你知道你妈告我妈伤害这件事吗？是你先告我侵占。那你现在要怎么样才肯撤销告诉？让你妈跪下跟我道歉啊！你等一下，这三个月的生活费，你去甜点店接受储备店长的培训，只要三个月，还要通过店长的考核。你说了，三个月之后你帮我办卡，然后还我自由。我是今天要来面试的周星星。你迟到了。对，你失去了面试的机会。每周日晚间8点到10点，东森戏剧40台，因为你如此耀眼。